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Kelly， 我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，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房地产买卖、房地产管理等一些基本知识，希望大家有问题在这里提出来，我和大家共同解答分享。哎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圣诞夜，10:15，在2022年12月24日，星期六。今天新上市房源，大家看看 Market Watch 啊，新上市的很少，166，但是还有人在工作，这个数字不是零 ，OK？ 所以今天是周六，也是圣诞夜的这一个日子，然后呢，涨价的18，降价的107，新房源比降价的多 ，background market 68， sold 135， expire 132， lease 的出租的23， pending 的朋友们281。周末还是有买卖在成交，虽然今天是这个圣诞夜，美国的最主要的节日，圣诞节，家家团圆的日子，还有很多成交的，这个数字还在说明什么？说明佛州的买卖还是交易很活络。好嘞，我们看一下今天会有什么房源在Sarasota， 来看一下，哈哈，这边有 OK， 这边也不少，但是我们再看一下 Sarasota 这有几个 Inglewood 的，有一个12.9万的，估计是 mobile home， no land， how big of the land， 0.41半亩地将近，哇哦，这个还在卖这个地块，四方四棱的，离这个必须比较近，看见吗，朋友们？看见？离必须比较近 ，right？ 英格伍德卖这块地啊，12.9万上市有一天了。然后 Osbury 这儿出租房6000，俩卧室俩卫生间。然后这个两个卧室两卫生间6450出租。今天都是出租的265000出了一个新房，哇！这个人一定是 desperate。80年的房 condo， 982平方英尺，一个平方英尺269，物业费795。来，我们看一看，这个是 frame home， 还是别看了，这是 frame home， 不结实。但是如果有人想做出租房，也不是说不可以，这些结构的话，外边的结构由 HOA 负责，室内的这些结构，任何东西都有自家来负责。这样的房啊，20多万。再去看一下它这个，在就等于我们的大年30，它在登出来房源要卖。这儿有一个房39.5万 ，single family home， 1800平方英尺，219一个平方英尺，没有物业费，还不错。看一下他这个小房，需要进行装修一下。这个小房，看一下这个位置怎么样 ？Remington Drive， 没有物业费啊。多大的 lot？ 0.18， 不是很大的 lot。看一下它这个位置，在 North Sarasota， 在 US 41的西边，这个地块也不错啊，这个地点也不错，而且这个 lot 比较大，还算比较大吧，比新房的大些。但这边的房，家家户户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是这个样子的 ，OK， 也有游泳池的，
没有 cage， 这边有游泳池，有 cage， 有纱窗的，但是这边离机场非常近。OK，骑自行车走路就去飞机场了，从这儿走过去就不到机场了吗？非常的近。这一块儿别的没有了，今天就这样情况，大家来 看一下，今天给大家看，简单看一下，OK，这就是圣诞夜的情况，不应该有太多的房源打架，都在过节，OK。如果明天有什么东西的话，再和大家共同分享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今天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、评论，下次再见。